Hello， 我是 Jenny。大家好，来自福州威贝咖啡工厂。我们是一个源自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为背景的这样一个前店后厂的烘焙厂。2011年落地在中国，在做这个精品咖啡的推广和这种尝试。那么呢，就我们是，同时我们也是中国大陆区的这个 Keep Cup 的代理商。这 Keep Cup 是一个非常之 unique 的墨尔本的一个非常环保的咖啡随行杯的品牌，还有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这个配色，全部都是来自设计师的配色，而且非常安全的材质，是在墨尔本非常受欢迎的一款咖啡随行杯。我们把它带到中国大陆，这次第一次把它带到中国酒店用品展进行展示，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其实同时我们也是我们的定位也是这个咖啡生豆，咖啡生豆的这个贸易商，也是我们有一家自己前店后厂的这个 cafe， 然后同时我们也是 coffee roaster， 主要是做精品特制咖啡的一个烘焙，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是 coffee supplier， 所以我们 supply 这个非常 fine coffee 去全国中国大陆所有的烘焙商以及这个咖啡馆。对，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咖啡出品的整个团队和设备。对，所以说我们是非常的把国外非常 front line 的这种咖啡的技术，还有这种咖啡出品的理念带到中国。然后这些咖啡豆的选择也非常多，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们有全球现在非常著名的这个十几个产地、五十几个产区庄园的咖啡生豆，全部都是应季，每一个季度都会从国外进口到中国，然后在我们自己的烘焙厂通过 ProBay L12 非常精心的烘焙供应到全国现在20个省、48个地区的独立精品咖啡馆，受到非常多客户的喜爱和认可。回来中国时间不是很长，1年半，能够有今天，我感到非常的lucky， 所以希望说能够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让更多人用更低的门槛，更 easy 的能够喝到好喝的咖啡，新鲜的咖啡，这是我们的动力和追求。谢谢大家。